佢撚到阿主席架後邊，我見佢不停喺度寫緊。我同我個拍檔一睇撚咗佢，屌你老母寫啲乜撚嘢？我哋就屌你母兩個呆鳩咗，因為佢喺度屌你老母聽緊我哋講嘢嘅時候，其實佢係喺度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原來佢一直喺度好撚屌你老味，俾心機叮碌屎就原來係一二三四五。我同我個拍檔屌你老母即刻呆鳩咗。我覺得唔撚係啊，子強哥嗰個嘅事件令到嗰個屌你咩嘅創傷後遺症係咁撚厲害啊嘛，咁啊即係我跟撚住就知撚到屌你咩人性係幾撚脆弱，哇我幾撚驚啊！嗰次睇完你班咁嘅撚樣唔撚識字，係肯肯定喺度屌你老母冚家產喺度就屌你老咩一二三四五，嗱拍條呢條咁嘅撚片，咪無他嘅你啲咁嘅擦鞋仔。係嘛？即係屌你嘅老味，話香港啊全力支持呢一個嘅屌你老味嘅中國係嘛？支持呢一個嘅屌你老味一國政策，幾撚驚佢哋屌你老味一國中國啊！屌你老味，咪因為一國兩制又講撚咗係嘛？做啲咁撚肉酸嘅嘢嗱，而今間咧我就會講啊，即係而家中國屌你嘅老味閪啊，禁撚晒所有嗰啲嘅屌你老味輸入中國裏邊嘅農產品啊、魚獲啊各方面嘅嘢嗱，當然啦，習近平又話。屌你個老味閪，係嘛？你香港啊，即係你接同外國接軌，你班嘅撚樣就千祈咧就唔好撚屌你個老味，係嘛？即係唔輸入台灣啲嘢啊！但係啊，人哋冇話唔撚輸入啊，第一撚樣可以玩殘呢一個嘅屌你老味台灣嘅進口貨啊！搞貓進，琴晚就已經打電話嚟喊撚咗同我講嘢啦。OK，搞貓進，屌你老母已經係身受其害啦，進聲瀨撚咗嘢啦，又係俾依劑嘢。OK。點解賴緊咗嘢？我哋睇睇嗰啲嘅呢一個嘅進口嘅問題先呵。宣布惩戒台独顽固分子关联机构，禁止台湾两个基金会同捐款俾佢哋嘅台湾企业同大陆嘅企业组织交易或者合作。北京亦都禁止多类台湾鱼农产品进口。台湾农委会批评有关嘅做法违反世贸规定，将会据理力争。曾维俊报道。海关总署话，旧年以嚟多次喺从台湾进口嘅金骨类水果入面检出检疫性有害生物大洋豚纹粉芥，以及杀虫剂倍硫磷同落果残留超标。今年六月，又喺台湾嘅冰鲜白带鱼同急冻竹蛤鱼包装上面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为咗防范风险，即日起暂停呢一啲产品输入大陆，同时亦都暂停受理报关。台湾农委会主席陈吉仲话：上述嘅台湾鱼农产品好大比例系出口到大陆，其中新鲜或者冷藏白带鱼更加系100%出口到大陆。农委会批评大陆方面以上述理由停止呢一啲鱼农产品贸易，喺全球绝无仅有，违反相关嘅贸易规范，表明会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据理力争。另外，商务部话，根据相关嘅法律规定，即日起暂停出口天然砂去台湾。但系台湾业者认为，暂停出口对业界影响有限。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就指责台湾民主基金会以及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打住民主合作发展旗号，喺国际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拉拢脱教反华势力，攻击抹黑大陆，以金钱等为有利拓展所谓国际空间。決定禁止呢兩個基金會同大陸組織、企業以及個人合作，並禁止大陸組織、企業同捐助呢兩個基金會嘅台灣企業有任何交易、合作。相關企業負責人唔准入境大陸。Now TV 記者曾維俊報道。咁啊，啱啱我收撚咗風啦，貝洛西去撚咗南韓，咁嗰個南韓嗰個新總統我都唔撚記得咗叫乜鳩嘢名，嗰條咁嘅撚樣，真係屌你老母，真係共產黨見撚到佢。啲國家領袖好似佢咁樣賓州就屌你老味就冇撚嘢講啦，咁啊即刻辦放假，話冇時間見撚到阿貝洛西，人哋美國第三號人物，屌你個老母去你南韓，你講咁嘅南韓嘅撚屌，屌你個老母你咁嘅撚屌總統，喂你係咪都要屌你老母見下人啊？辦放假，大佬人哋第三個權力核心嚟噶咯噃，係嘛？你去撚咗你個地方裏邊，你屌你老母，你打緊高爾夫又好，乜撚柒都好，啊戇鳩文雄就好似就約撚咗去食早餐啦。但係你起碼都屌你老母同下人哋食下，屌你老母部隊鍋啊，冚家產係嘛？咁啊，即係當然，即係有好撚多個學説就係話啊，你明知佢嚟撚到，咁啊屌你嘅老味，你又搞撚完個檔攤，一間人哋唔撚同你做生意，一間就屌你老母喺側邊就而家就亂柒咁肥嘢，
係嘛？屌你個老味，又喺你外圍，又屌你咩就射飛彈，又揾無人機飛撚過你嘅國土，屌你個飛彈又喺你個頭上面射過去，射啲炮彈又喺屌你咩喺頭殼頂穿過，咁啊你又屌你老味好撚驚啊？點解啊？喂，以前就射金門啫，屌你老味！以前屌你老味，我哋啲中國人以前就屌你老味喺你門口裏邊個閘門裏邊屌你咩派牛奶，而家我哋長驅直進，屌你老味可以內射啊！屌你幾撚勁啊！咁樣樣，屌你老味！而家你講撚到咁樣樣，係嘛？你個咁嘅柒頭驚？喂，嗱，屌錯閪噶！我係覺得邊撚個話驚？屌你撚着中共，跟撚住中共唔撚同你做生意。屌你个老味啲嘢禁你唔准卖乜唔捻卖柒，你咪唔好捻卖咯！屌你老母，个关键系你个总统閪啊嘛，你嗰啲个国家领导人，你冇捻清楚同你啲国民讲清楚，共产党中国就系我哋嘅敌人啊嘛，你要讲翻清楚俾佢听，你今日对佢呢一个嘅妥协，你惊佢啲嘅捻屌落天红仔饼冇捻得喺大陆卖，你听日就屌你咩惊边一个女团就俾佢屌你咩打回头。跟住禁锢呢一个嘅唔捻知边捻个 K-pop 嗰啲嘅屌你老味嘅韩妹，屌你老味俾人中出完要放你走。喂，你今日惊呢一样嘅嘢，OK？听日佢去捻咗你门口，入捻咗你屋企，你就冇捻得惊噶啦，因为又系个事实嚟噶。你系要等佢未捻咁揾石锐，OK？多谢你，你未等佢屌你个老母閪可以发围嘅时候，你就屌你老母大鸠佢啊嘛！你班咁样捻样大韩民族。屌你老母！你嗰啲咁咩泰坤刀？屌你个老母！冚家铲回旋 sidekick，你又咁捻狠，对呢啲咁嘅柒头你又惊，抵你俾阿金正恩系睇唔捻起嘅。喂，你真系冇捻得惊噶！你而家你嗰啲中共，你讲真，你自己戇鳩啫嘛？啲台湾啲嘢咁捻好，你唔捻去卖，好啦，你以为咁捻样，屌你个老母閪，唔捻俾你卖乜，唔捻俾你卖柒，系嘛？第時啊，好老實講，我真係分分鐘驚成品都唔撚喺香港裏邊可以屌你老母開檔噶啦，即係分分鐘一兩年之後，成品都要屌你老母打包，冚家產第時只可以你去台北屌你老味，依一個嘅屌你老味士林路，屌你老味敦化路嗰度屌你老母買書啊，OK？咁啊好啦，你而家咁樣搞，淨係嗰陣時嗰啲嘅石斑魚，屌你老母千鳩幾億美元，搞撚到啲漁民屌撚晒老母。而家你哋喺人哋去屌你个老母閪冚家铲打鱼嘅地方去射炮弹，吓捻到啲渔民翻捻咗嚟，一日就冇捻咗2000万台币。OK，咁啊屌你个老味閪！但系呢啲嘅嘢你要明白到，你今日同佢妥协，你今日屌你个老母俾嗰班乜马英九香港脚啊发大财，屌你老母冚家铲乜捻嘢咩韩国瑜，屌你老味阿柱姐。俾佢哋困鳩，你信佢發大財，屌你老母同中國，屌你老母接通，屌你老母就屌你老母冚家產，想冚家產想肥，想肥到乜都着唔撚落啊，想窮都難。你如果要諗啲咁嘅撚嘢，in mind 你就錯啦。嗰個係屌你老母飲鳩止渴，琴日老總教撚咗我，屌你老母飲鎮止渴定乜撚嘢，係飲毒藥，屌你老母嘅，屌你老母食砒霜治肚痛嘅啫，死撚緊嘅。OK，冚家產。你咁樣搞法係嘛？你要同你解清楚，我哋今日可能有啲嘅陣痛，即係講真，即係好似你條同條女分手，分手之前你要諗冚家產啊！屌你老母同條女分咗手，屌你老母我咪要集跑，我咪要屌你老母叫阿總理介紹阿立基樓邊一個商好，屌你老母382去幫襯，咁啊冚得撚係嘛？屌你老母同條仔分咗手，短期內咪冇人屌你老母做兵買包包，屌你老母買嘢俾我係嘛？你條咁嘅柒頭係啊，你係而家得撚罪佢啊！屌你個老味閪！系佢可能会搞鸠你嗰啲 K-pop 啊，屌你唔肯同你买韩剧啊，屌你老尾唔肯同你买泡菜啊，唔肯同你买嗰啲 Hyundai 啊，屌你老尾 KIA 啊，啲 Kia 嗰啲车啊，但系你呢啲一定要成三嘅，屌你老母嘅阵痛啊嘛，鬼叫，屌你老母閪你班嘅柒头冚家铲，屌你嘅老母一直以嚟以为嗰个中国市场系屌你老母冚家铲入去，屌你咩赚大钱，净系有一个咁嘅撚屌市场，你又真系想穷都难。你要明白到呢啲系唔捻掂得噶嘛，即系你正如大陆里面你唔可以娶老婆一捻样嘛，屌完就算噶嘛，大佬死捻紧噶嘛，你一定要切割保持关系噶嘛，冚家铲，你要解释俾啲国民听系会有阵痛，会濑嘢，我哋要有食树皮嘅决心，但系我哋一定要戒甩呢一个嘅屌你老母嘅中国嘅鸦片，戒甩呢一个嘅屌你老母嘅中国嘅呢一个嘅市场。戒甩中國嘅呢一個嘅供應鏈，OK，我哋要真真正正做好咁多嘢。只要我哋做得好，世界裏邊仲有70几亿、80亿嘅人，
有六十几亿嘅人，屌你老母，仲系我哋嘅客仔，放弃十几亿系佢哋嘅损失。你睇香港，我哋班冚家铲，屌你老母冚家铲，天水围嗰度，屌你捻样啊，上水嗰啲嘅捻样，冚家铲开捻到成行成市嗰啲嘅药材铺啊、药房啊，屌你老尾嘅金铺啊、化妆品，而家点？全捻部咪閪鸠晒咯！你淨係識得同佢做生意嘛，你放棄咗成個香港人嘛。19年之後，屌你老母，千禧年2020之後，全撚部都屌你個老母冚家產啦，啱唔撚啱啊？好啦，咁啊，而家你封撚咗台灣嚇，搞到人哋啲民航亂撚曬龍，我又想睇下你中共，你有幾撚多錢日日去肥嘢，即係叫阿超哥日日就屌你老母俾啲鹹碟，俾咗啲春藥佢食，亢奮咁撚樣日日去打飛機，但係超哥唔好諗話一日打三次啊！屌你老尾打第二次啊！佢已经系屌你老尾干捻咗糖啦！我又睇你中国可以屌你老母打呢啲咁嘅炮，系嘛？肥啲咁嘅空弹啊，搵啲咁嘅飞机出去，你估唔捻使钱啊？你啲战舰出去，屌你老母唔捻使油啊 ！OK， 我啊真系好捻想睇你封捻得几捻耐，你有种啊将全个台湾封捻锁晒佢。OK， 南韩嗰件嘅总统真系垃圾噶！屌你老母，南韩上次整咗个文在寅呢一个嘅屌你老母戇鳩左交总统。依件嘅揾乜撚嘢石，又係屌你老母碌柒嚟嘅。你作為一個個韓國嘅總統，喂，你最大嘅盟友，你冇得同我講係中國啊嘛？屌你老母，中國想食鳩埋你。OK， 你嗰個北韓就屌你老母日日搞鳩你，邊撚個撐你係美國？你咁都搞唔撚清楚，係嘛？屌你個老尾，你閃驚得罪中國？喂，你真係對你啲子民喂扣分啊，係嘛？架仔真係唔撚使驚啊！屌你老母！架仔只要戇鳩民雄，屌你老母秉承住呢一個嘅，屌你老尾安倍嘅，屌你老尾個位置跟緊住個方向去就屌你老母啱呢一個嘅，屌你老尾正確嘅呢一個嘅道路，係嘛？喂，人哋老遠飛嚟就同你講，美國佬唔會放棄呢一個嘅地方。就算你當呢一個嘅貝洛西做 show， 會擠撚濕你 ，OK？ 咁但係你要衡量，究竟你要擁抱呢一個嘅民主自由嘅價值，要有長治久安。擁抱這個人類的文明，擁抱這個屌你老母的呼吸自由，免於受恐懼，屌你老母對這個邪惡勢力，屌你老母頑抗的這個決心，這一樣東西重要啊？還是屌你老母閪，你是有人跟你買泡菜，屌你老母閪，有人跟你屌你老母買你的韓國車，哪一樣重要啊？大家會明白吧？當你只是想屌你老母買不到的東西，為什麼他有這樣的 mindset？ 因為呢、这、一個就唔撚係人民嘅領袖，佢根本就為撚咗佢嘅選票，佢就係驚屌你老母民生搞唔撚掂 ，domestic 有問題，屌你老母通脹啊，屌你老母賣唔撚到貨啊，失業啊，屌你老母冚家產，然後跟撚住啲民怨沸騰，唔撚選票俾佢，佢跟撚住冧撚撚唔撚到莊，個黨賴撚咗嘢，佢就計呢啲嘢，冇遠見，對自己國家嘅價值冇勇氣，冇毅力。冇智慧去捍卫，就系呢啲咁嘅垃圾政棍嘅呢啲咁嘅总统，我宁愿选阿杜特尔特啊！屌你老母閪，我都唔等选你啊！杜特尔特，屌你老母冚家铲，就见到啲毒贩，屌你个老母閪，我打死毒贩，我亲手打死佢！屌你个母，我就唔等心从政啊！点解啊？因为我就觉得杜特尔特，屌你老母好捻啱我何姐，屌你老母，我见到啲屌你老母共匪，屌你冚家铲边一个卖港贼，唔好捻阻我，我攞啲枪，屌你平平白白打捻咗个老母閪，屌你乜飞癫啊！系嘛？屌你咩！我都嫉恶如仇啊！但我就知我自己嘅性格，屌控制唔捻住嘛，癫起上嚟自己都惊，系嘛？屌你老尾，你呢啲咁嘅捻样，有乜捻嘢？屌你个老尾吓！屌你老尾冚家铲，有啲屌你个老肥閪，有啲乜捻嘢？屌你个老尾要值得惊啊！去捻到大难临头嘅时候，你个国家屌你老母俾人吞噬咗，屌你老尾共产主义入鸠咗嚟，北韩统一南韩，你屌你老母，你铲捻过咁？你一想想到这一样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要屌你有什么捍卫南韩 的情况，而是不是闪了去怕接湿呢？根本就没有这个做领袖的材料，这一剂的事件已经完全表露无遗了，放假大撚晒。屌你老母，是你射去日本，你射中了他，屌你老母地下地方，你真的大撚镬啊，告诉你，你真的讲真的，你发撚完烂渣，好像什么撚嘢灵王那样去，屌你老母唐伯虎那里，屌你老母射炮尿发撚完烂渣。但系我话俾你听冇够用啊，系嘛？系咪黐捻线啊？即系，唉，所以大家要记住，讲真的，
我哋要知清楚，有啲乜撚嘢，我哋甚至乎性命，我哋都要屌你点样去抛弃，要捍卫嗰两餐饭，嗰、那个臭閪，你惊得撚除咗中国冇中国閪屌，屌你个老母閪，你惊入撚咗中国冇人得三温暖，你惊屌你咩得撚咗中国之后冇人同你买你嘅泡菜，屌你个咩冚家铲，啲嘢冇出路，你当你谂下，你以后都冇呢一样嘢，唔净止你以后冇，你子孙冇，屌你个老，你子孙嘅子孙都冇嘅情况之下，系咪要屌你老母有人，有啲人要勇于牺牲？勇于捍卫一样嘅嘢咧，唉，所以好啊，依一张图系点样解呢？预约不被接纳，此货柜已被海关扣留，请联络。好啊，我播翻假猫进嗰个嘅屌你老味嘅声带出嚟，你又睇到佢嗰种嘅愤恨。你等我一阵间啊，各位，等我少少时间啦，不如回一回气。真系好捻惨啊！假猫进，真系多鸠谢晒。同你讲声麻烦，你听日 Morning Glory 嗰度，同啲客讲一讲吓。政府就话唔跟进，政府就话唔跟进大陆嗰边嘅对台政策啦，即系公开咁讲啊嘛。佢哋话因为習近平希望香港是連接世界的一個港口嘛，但是所有台灣嘢，特別是台灣生果，全部貴，俾政府扣曬，超過八成俾政府扣曬，佢哋突然間係 check 得好嚴謹，就是要搞鳩你。所以本来听日拆柜，跟住后日出货嘅，已经安排好晒运输啦。但系突然间又可能出唔到啦，今次扑街啦，啲期又系好短嘅，嗰啲火龙果，唉，屌你老母閪！Republic of China 啊嘛，屌佢老母，有台灣唔撚叫，剩咗冚家產政府嚟啊！屌你老母閪啊！屌你遲早啊喺香港啊叫台灣會犯法啊！屌你老母，俾國安公署拉鳩你啊！屌你分裂中國啊！好，點解狗貓狗貓進會咁樣講咧？因為我俾張圖大家睇下就知噶啦。呢、这个等等啦，各位，揾翻嗰张图俾大家睇睇。好啦，嗱，依一张图咧就系、是、我做 trading 嘅朋友咧，收到通知，如果你有境有嘢入境香港或者入境大陆啦，应该香港未知啊，但系香港应该都好快跟随噶啦。咁你就会见捻得到啦。佢台湾嗰个嘅叫法系而家有规定嘅。大家如果你寄嘢入大陸，你唔撚可以就咁叫佢做台灣，叫乜撚嘢 Chinese Taiwan 啊，乜撚嘢嘅依一個就係叫做 China Taiwan 啊，即係有啲咁嘅撚嘢嘅嗱 ，Province of China Taiwan 啊，或者叫做台灣，我屌佢老母閪，跟撚住 comma China，OK，、okay? 或者係 Chinese Taiwan， 又或者台北嚟咧就叫 Taipei China， 又或者係 Chinese Taipei。乜撚嘢唔撚俾呢 Republic of China ROC 係唔撚俾，中華民國係唔撚準講。OK， Republic of China 括弧台灣都唔撚得，就咁 Taipei 唔撚得，台灣唔撚得，係嘛？喺咁嘅情況，係咪黐撚線噶？喂，咁樣樣搞法，即係大佬，你一係逐級 check， 我真係唔撚知係咪要 check 一啲，係咪要轉口入大陸？而轉口入大陸係咪有依啲咁嘅撚屌情況？系咪要符合大陸裏面嘅要求？如果你嗰個報關嘅來源地填撚錯咗，係咪唔撚俾入咧？咁啊真係含得撚橡皮糖啦！係咪連續兩次嚇、啊？上次又打風，屌你俾老母閪，俾你習近平玩一鑊。OK， 而家又屌你老母喺度射嘢，又要限制台灣啲嘢入嚟。依頭嗰個撚樣就屌你老母話俾你入嚟，嗰頭嗰個撚樣就打龍通話又唔撚準入嚟嚇。屌、啊、你個老母閪，咁你咪真係死人啦！咁就係、是、真係代另外咧。中聯辦咧已經提示各大傳媒，就唔撚好叫蔡英文做台灣總統蔡英文，又或者係屌你個老母叫蔡總統，總之就叫佢就屌你個老母係叫蔡英文。喂，你係咪戇鳩㗎？有啲乜撚嘢咁撚大件事啊？撚樣係咪戇鳩㗎？屌你老母閪你班咁嘅撚樣，係嘛？你而家依個情況就圍撚住台灣就肥嘢，係嘛？淨係喺體外出。
就唔撚夠膽咪屌你老母就中出係嘛？屌你老母就喺出邊嘅外圍肥肥下，你又唔夠膽射入去，搞埋啲咁嘅撚嘢。好啦，以後啊，我想請問啊，你嗰扎嘅戇鳩官員，你咪唔撚想同美國做生意？你係咪唔撚想香港同台灣有正常嘅依一個嘅屌你老母經貿啊文化上面嘅屌你老母嘅交往？係咪要台灣唔撚再收香港嘅屌你老尾嘅學生過去屌你老尾嘅留學？唔撚俾 visa 屌你老尾嘅香港人過去係嘛？屌你老母你唔撚買入台灣嘢冚家產！我屌你老母最撚中意食嗰個美味一品嘅紅燒牛肉面啊！屌你老母你夠膽唔撚到入啦？你搞撚到屌你老母晉升屌你老尾啲台灣嘢賣唔撚到入嚟啊！冚家產，唔撚夠人搞，係咪？人哋美國佬睇台灣唔撚睇你，你自己就做埋啲咁嘅小鳩氣嘅嘢。人哋個屌你老母個台灣嘅明星，屌你咩去撚咗間意大利餐廳去食意大利粉，你話就屈鳩人哋去撐鳩阿貝洛西，咁你班咁嘅撚樣，不如 ban 鳩曬屌你老母所有 Pizza Hut 啦喺大陸，唔撚準人哋賣啊！笨柒，冚家產，係咪癲撚咗啊？你班咁嘅撚樣，係咪真係戇鳩到一個點啊？屌你个老尾閪！嗱，依个黄英豪走出嚟讲，就叫话唔使要跟从，唔捻使 ban。喺依篇嘅文章里边，你可以入翻落去依一个嘅香港01嗰度睇，嗰啲嘅捻屌五毛啊，屌捻到佢飞天，屌捻到佢卖国策，屌你老母为国家，屌你老母你一定系咪要食屌你老母冚家产台湾嘢啊？冚家产，你买台湾嘢，你系咪支持国民党？咪支持民进党？屌你老母赚外汇买军火啊？你是不是要屌你老母我哋嘅香港人？屌你老母买台湾货，俾钱佢买子弹射鸠我哋打解放军啊！喂，黐捻线嘅，上纲上线，屌你嘅老味！香港冇台湾牛肉面食，咁啊喺温哥华咧有几档嘅台湾牛肉面咧就好捻好食嘅，因为咧，但系咧冇以前咁好食啦，因为以前嘅台湾人咧喺度起咧系开咗好捻多牛肉面咧，好捻好味道。OK， 系咪癫捻咗？系嘛？喂，你依个捻样都系好正路嘅喎。咁佢依家引述國家主席所講嘅嘢嘅啫，咁你國家主席話：屌你咪連接全球啊嘛，咁你咪照入台灣貨。所以咧，呢啲咪中國人基因咧，遠離咗屌你嘅老尾依一個嘅北京，遠離中南海，為撚咗要做嘢，就要屌你老母，凡事咧就寧左勿右，去就去撚到盡。咁所以我頭先講，如果有啲咁嘅撚樣神棍，係嘛，日日就走去屌你老母冚家產依一個嘅成品裏邊去抗議啊！屌你咩搞鳩人啊！人哋而家個辦事處都冇撚曬人啦，係嘛？屌你個老尾閪！咁你冚家產，你第時台灣係咪完全同香港斷絕曬所有嘅嘢咧？好啦，我又想請問啦，係咪連台灣嘅明星都唔可以嚟屌你老母嚇依一個嘅香港裏邊去拍戲咧？咁啊，我哋咪第時睇唔撚到阿舒淇做戲咧？我哋睇唔撚到啊邊撚個啊？嗰個友仔叫做乜撚嘢名啊？阿彭于晏嚟香港屌你老尾就冚家產去做戲咧？咁撚樣？屌你老尾閪！好，我哋系咪睇唔捻到？屌你老尾，台湾嗰啲嘅靓妹、嗰啲靓模、嗰啲嘅，屌你老尾嚟香港做 show 咧，咁啊好捻大粒镬噶喎！系咪黐捻咗线啊？即系你根本就冇捻嘢可以再讲啊！依扎咁嘅捻样，唉，真系癫捻晒！你讲真，即系喺香港里边，即系你啲人系冇谂晒依一个嘅。屌你，我一阵先讲依一个嘅仙女事件，我一定要讲啲嘢俾大家睇下先。依啲真系又系癫嘅，真系癫捻到冇朋友。找到那件事先，不好意思，是吧？日日就在那裡打飛機，日日就在那裡出報紙強烈譴責，屌你老母在那裡發爛渣，搞到了整個亞太區就亂了龍，影響了民航機，影響了正常的商業行為，是吧？是人都知道你了，是啊，雞扒妹啊，雞扒妹啊，超哥，我講漏了，是吧？屌你的老尾是，唉，還要人家轉發這些，屌你老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我就正想 show 這張圖給大家看。喂，世界上面梗系得一个中国啦，世界上面多一个中国都冚家产啦，屌你老母閪，中国咁卵閪，中国咁卵垃圾，你再整多几个中国出嚟，屌你老母冚家产，唔好再讲地球爆破啊，宇宙都灭亡啦，屌你冚家产，屌你老尾，仲要逼人哋去发转发呢啲，台湾又有啲好卵多嘅冚家产，嗰啲嘅屌你老尾嗰啲嘅卵屌明星。乜嘢可愛教主啊，彭于晏啊，屌你老尾，一個二個轉都轉唔撚切，香港嗰啲乜撚嘢謝玲檬啊，又係轉都轉唔撚切，咁你梗係得一個中國啦，唔撚使講嘢噶啦，中國屌你老尾最撚賤最撚閪嗰個，另外嗰個叫做台灣啊嘛，講撚完啦，係嘛？撲你個街，你咪中國做撚曬佢咯，你霸撚曬，冇人想做中國人啊！
冇人想屌你老母认，屌你老母认祖归宗啊！你中意点都好啊！屌你老母冚家铲，你中意亲俄，屌你老母你中意亲伊朗，中意同啲屌你老母嘅冚家铲北韩仔喺埋一齐，冇捻问题啊！屌你个老母閪，屌你！好啦，头先我所讲，屌你老味冚家铲食意大利粉又俾人哋屌，你咩就系黐捻咗线嘅？各位 MHK 嘅观众注意啦！由2022年1月1日起，鳄鱼潭只会上传到 MHK.TV 嘅网站同埋 Patreon， 只供会员收看。每月并会上传不少于10条嘅影片。如果各位想继续支持鳄鱼潭嘅，可以去下列 MHK.TV 嘅网站付费，同埋到 Patreon 注册会员。查询电话3955-8673，WhatsApp 98108874。